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徐老师，新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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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秀媛，发财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哎呀，真是一千年没见着你了，秀媛，真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所以一千年了嘛，对不对？真的好久不见，还是这么漂亮吗？但是我也觉得最近有点国色天香。徐老师，这个过个过个牛年，马上这个很会说话了啊。不过你知道，说事实嘛，你看秀媛，因为一跨到新的年以后，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要朝气勃勃，充满希望，所以看起来当然要。我们以前做节目七八年前啊，没错嘛，所以过年咱们这个家人也就聚老夫老妻的都聚一聚、啊、对对对对。那秀媛你还没给大家拜年呢，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些吉祥话，对不对、嗯、风生水起好运到，祝福大家新年发大财。哎呀，真会说话是吧？而且你看秀媛一来就不忘环保，说咱们这个过年春节呢，你瞧这玩意儿有意思。你猜是什么，徐老师？我也有一点啪一下，你看环保筷子，对，是吗？这个筷子其实对，就接起来用，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用。我还以为你收音机的天线呢。你看，这环保筷子，咔咔咔，就这玩意儿有毒吧？这个是验毒吧？这是验毒筷吧？就以前给太监用的。对，所以给阿扁用的。所以说秀媛今天一来啊、嗯，而且那个秀媛大家知道都是大仙儿嘛、嗯，是吗？大仙儿，我就牛牛年大年初三一来，你说我迷信就好了吧？哎，一来就看见我的好事了。你看、嗯、秀媛版的这个算命啊，嗯、我属羊的嘛，徐老师，嗯、你看人家这说了，1967年，我恰恰1967年的羊人。嗯。会是今年最好运的羊人，今年会是你最快乐的一年。今年羊男会感到大量工作及家庭的压力，羊女呢，一般说属羊的女的运气不好嘛，对吗？但是羊女今年也是成功的一年，特别是未婚的羊女，今年你的爱情运很好。嗯，未婚的羊男怎么样？未婚的羊男今年事业兴盛，刚刚讲了桃花运嘛，桃花运嘛，是吧？所以今年可能为这个凤凰要多开几个节目给你做，哎、我看起来是。那秀媛要是属牛的呢？属牛的其实今年也不错了，但是就是要安太岁。因为今年这个太岁当头坐啊，所以你会有一些吉星，但是通常是说犯太岁的时候无灾，这个可能也要避点祸啊。所以如果说你怕这些事的话，首先先到就是到庙里头，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个习惯的话，你就去心想事成嘛，仔细的祈祷一下，要不然就去捐个血啊，对不对？捐血啊，捐血啊，就是还有你上了三行就行了，破掉血光之灾的意思，就是反正现在其实血库也缺血，哎、然后你捐一点血，然后人血液循环也清血。我跟你讲，徐老师他说的非常对，捐血是为了，真的，对呀、啊，会救人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过去有人讲过，比如说这个算命也有算的特准的，嗯，比如说算你不要说2008年了，就比如说算你这个鼠年，嗯，你要有血光之灾，嗯，对吗？对。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献血，你抽了管血呢，就算流了血了嘛，血光之灾避免了嘛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知道我们公司曾经有一个领导，哎呦，真把我给惊着了。在前几年，一年过春节，嗯，也是人家算说你这一年呢必有血光之灾，嗯，一年都没有啊，嗯，根本没事啊，这迷信吗？对。结果呢，就在大年三十晚上，在那个北京郊区，不是放那个。爆竹嘛，放烟花爆竹嘛，现在买的那玩意儿都跟导弹似的，你知道吗？大龙炮那种、嗯、很多人呢，他们然后点着了以后莫名其妙的一阵风过来，那个玩意儿倒了，你知道吗？鸟儿已经点着了，倒了，哦，超级地牢火箭炮对着他来了，火箭炮不光对着他，大家都跑啊，但是就追着他呀，嗯，他都跑到一个房子门口了，嗯，结果他这一转身噌梆，哎呦，正中啊，我的天、啊！大约就是大年三十晚上12点左右，见红了吗？见红了呀，那当然那还不见红。然后就咱们大家都看见的嘛，就过年完了上班，就正中间一块白嘛，嗯、裹着白纱布。嗯，你说这玩意儿悬不悬？那是吧，献血中心现在很感谢你了。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好事了。啊、没错没错，当然这个说血也跟水有关。咱说金木水火土。哟，今天还有一个牛头水。牛嘛，牛头水。今天就讲水啊。讲到这个水啊，我也跟而特别是秀媛来了哈、嗯，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。没有，来首先呢聊天，我要请一个水给大家拜年。啊，最火的水，最火的水给大家拜年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这拜年、啊、那个姿势，咱们再看一个，这才像拜年。下一张照片像拜年，对吗？哎，
你看这个、哎、满面红光，哎，满面春风，哎，你看这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水为财啊。那这个就是告诉你说，台湾的监牢里面的伙食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说是因为它的名字关系，它名字里边就是这个铁栏杆是吧。其实，在中国人，尤其是其实台湾很相信这个算命学，尤其是姓名学的部分呢、啊。那比如说你小的时候，你命中他就要算你的八字，算你的五行，你命中缺什么？那像陈水扁呢，他如果选这个名字，就是一定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给他算，哦、或者爷爷奶奶。缺水，哦，怪不得后来拼命贪，拼命水就是钱，水为财，而且他，你看他拼命的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对啊，那小时候你看那个，因为其实。字是走格局的嘛，什么年的时候、啊、大概几岁的时候走什么字什么字、哦、所以他后来呢他真的这个水给他补到财了啊，哎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那个，但是后来那个扁字呢是一个户下面是一个铁栏杆的窗，就是注定是要做的。刚才拜年那照片不就是个扁字吗？那几条铁栏杆对水扁，哎、啊、这玩意儿有道理啊，竞选的时候就不拿出来说。 对，不过其实我觉得水这个字还真的是个好字，因为你看在台湾我们讲水啊，其实形容女孩子的漂亮叫水狗牛，水姑娘，哦，水姑娘。对，然后你为什么说你漂亮叫水当当？水当当，所以眼睛我们也说到水汪汪的戴眼镜，因为水是生命姑娘，没人说泥姑娘，对、哎、呀，也没人说土姑娘、火锅娘。这是曹雪芹说的嘛？对，贾宝玉那儿来的嘛、啊？女人是水做的嘛？所以你们就水性杨花嘛？啊、哎嗯例外。哎，我觉得中国徐老师，我觉得中汉语是非常美的，对吗？嗯、你比如水性杨花，一般女孩子好像还不爱听、嗯，可是其实我最喜欢水性杨花的女孩。你看她水，你看这个词啊。要叫英文可能就是说放荡或者是什么轻佻，嗯，但是你看中文把这么一个意思也说的水一样的性子，杨花，你看杨花柳絮啊，飘到哪儿就往人身上粘，嗯，多美啊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男的就下去做中流。可是你听起来这样像美啊，中流击水，对不对？浪遏飞舟，没错没错。但是对女人来讲，这个形容词就是见一个贴一个那种感觉啊，其实对不对？因为柳絮随风飞呀、啊，哦，见到你贴到你啊，所以对女生形容还是不是太优雅吧？哦、千万别这么说我。所以这个讲水啊，这个网上我还看到2008年中国最美的十个女人，嗯。贴出来的谁呀、啊？啊，第一个是一个成都的一个独臂的卖报女，叫张娟啊、嗯。第二个是就是那个捍卫圣火的那个晶晶，晶晶啊，晶晶这个形象。晶晶的名字，你看晶，好、啊哦，就是碧透，然后、啊、然后三个日，对，然后你感觉上其实它在地底下也是水、啊。还有一位非常震撼大家，就是那个李月，就是在残奥开幕式上表演的那个啊、嗯，那个。残疾的那个把他最终完成了他跳芭蕾舞的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最美的，他们选出来十个，只有一个我稍稍有点保留，就是那个喂奶的那个蒋小娟、就是、警察妈妈后来升官的、嗯、啊，那个稍稍有点保留期，为什么呢、这个、那个也蛮了不起的、啊、对，而且你知道舞的女人那是最美的，对，而且你知道那个奶水哦、okay, oh, 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它是抚育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你要是没有它，你哪长得那么大呀？对对，而且母奶自己本身它有非常长得大。我就是没长大，所以我非常对不起大家。讲到奶水，顺便再给你读一段啊、哦，再给我读一段。三鹿说奶浓掺假三聚氰胺成分，嗯，假的三聚氰胺，不是的。奶农说奶牛掺都有假的，奶牛掺假的三聚氰胺。奶牛说草有三聚氰胺，嗯，草就问我爸，爸说草的爸说草他妈。你是不是给孩子喝了三鹿奶？哎呦，这是一个循环。所以啊，这个咱们有必要就提倡广大中国妇女啊，要重视自己的奶水问题。嗯，因为现在牛奶不靠谱了嘛，嗯，对吗？那么就靠自己。现在很多女人好像奶水都不足啊，是吗，秀媛？哎，我的确是，但是我老实说，应该怎么样补奶呢？先跟大家讲一讲啊，青木瓜。炖排骨，青木瓜炖排骨，对，这个补奶啊。然后当然了，其实还有一些什么坊间的这些，我们现在有特别坐月子中心，尤其是现在，因为大家孩子生的少、嗯，可能就是因为大自然的循环，以前是你一次生十个八个的时候，生理机能调整得很好，然后你有大量的奶水，但是现在要喂饱一个孩子多不容易，所以你看会有警察妈妈嘛啊、哦？对 对, 对。但我认为水这玩意儿其实还可以衍生出很多很有意义的事。但今天大年初三嘛，我们先给大家来。来点好的，好吧？什么好的？招财
啊，你看到我们眼中水为财嘛，水为财，确实你看，要不刚才他讲这个阿扁呢，我觉得也真是，他起这名字说缺水啊，就给他带一个水字嘛，对，带个水字，你看他真的是招财啊，你别管是脏财还是干净的财，还缴几个亿呢。现在大概有20亿了，还在不断的挖呢。现在因为现在不知道是还有些现金啊。可过年期间啊，因为整天在发财，大家都把钱呐、这看得很重。我最近听到他们说有一个老板跟秘书啊，就关于钱的问题发生一个小的谈话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个女秘书跟老板说、说你要是再不给我加人工，从明天开始我就写回忆录了。那个老板回忆录线，那么讲完了，老板就很生气了。老板生气，那个女秘书又跑去跟他讨好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办公室的金鱼缸啊这么漂亮，你整天看着这个金鱼啊这么漂亮。那老板说什么你知道？这个金鱼是我周围唯一一个不张嘴向我要钱的东西。谁说金鱼不张嘴？只是他没出声音。对对对对，金鱼张嘴可张得大了。可张得大了，对，就像那个这阿扁嘛，这个水扁呢，胃口太大了。所以呢，咱们还有一首歌，作为这个水哥啊，这不是给咱们水哥啊，初三拜年了吗？咱们先放放水歌啊。好。等待着阿扁将士牢房暴雨声，下台的总统命运不如猪狗，背后的苏贞别为他担心，牺牲他一人就能保全一家人。别惹急阿扁，他可会咬人，他若想翻身就会供出更多人，牵连依然存在，依然有政客在担心，谁又能保证能幸免不会被点名，人依然在抓，阿扁的辐射太大。而且啊，秀媛，你看咱们这个水啊，水我觉得跟这个过年一件事儿大有关系，对吧？酒水，对，就喝酒就没气氛，就不像过年。过去说中国人一年喝掉什么两个西湖吗？不是，这么能喝？那这十一亿也是十几亿人呢，13亿，多能喝酒啊！徐老师最近就跟人喝的，哎呦，喝的真是，我大概数数，全世界喝酒基本三大流派。三流派、第一种就是像俄罗斯的，包括中国北方的，就草原的那种。就是他们就是那伏特加，然后要大碗大杯。对。然后据说是彼得大帝留下的传统。就是一定要喝到喉咙响，咕噜咕噜。所以阿成那个名句"喝得满屋喉咙响"是《水浒》里抄来，可是其实可能是元朝带过来的东西。哦。他那个时候彼得大帝赏。奖赏人呐、就是给人家喝酒。那时候他们是盖一个印，那个印没洗掉，又能喝的喉咙响，任何一家酒店免费。喝喉咙响是比如说喝水叫。你这个不算，你这个李秀媛不是那种吗？喝的喉咙响啊，是说喝的太多了。你见过那个啤酒竞饮大赛没有？他这喝的就是说嗓子眼装不下去，在嘴里了，就冒泡泡的那种感觉。这才喝的喉咙响。咱们是米酒啊，那个喝了喉咙响，人家我那个喝的喉咙响，那是俄罗斯那派。那其实德国呢，稍稍有点德国改变了，他用啤酒了，但是他还是用这种大杯。第二大流派就是法国。那就是细细品味红酒白酒，你拿他的好红酒，那么咕噜咕噜，那法国人看不过去，那就糟践了，那完全看不过去。第三派是我说出来的，是我编出来的，就中国日本现在那种喝酒，人家对日本分析得很清楚，日本人喝酒不是为了享乐，而是为了工作。你知道，对，下班以后，那个社长要那个夏英，就是那个社员去喝酒。据说新婚的男人呢、也不能回家，也要跟着去。
这是工作的一部分，要不然你早回家老婆瞧不起啊。哎，就是说这个社长居然这个不请你喝酒，所以他们喝酒是个工作啊。那么中国酒后乱性其实在日本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不过他都是一堆男的乱来乱去，也就是最多。那中国呢本来是很复杂的东西，你知道中国人喝酒，你看以前有什么这个月下啊，一个人喝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醉眼挑灯看剑啦，对对对，或者是吵狂吵啦什么，嗯，总之有很多文化的吧。对，现在都简化成一种了。嗯，现在简化成一种什么呢？就是都是一桌人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大比拼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个我就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情况怎么样，嗯，但是我在内地啊，我在这个酒桌上，最后我就觉得啊，有个统一的，他们聊的事儿啊，其实都是一件事儿，嗯，就是在聊人际关系，嗯，而且呢，在聊谁了不起是吧？我认识谁，而且在聊什么呢？瞧得起瞧不起，聊的好像是自尊心面子，对吧？这是徐老师，你不干吗？你要不干你就瞧不起我。文涛，感情深一口闷，感情浅你才舔一舔。哎，对对 对， 对，他这基本上就没聊这个。有一个在香港做生意很成功的商会的会长，有次跟我说，他开始做生意的时候，他到内地去做生意嘛，他说他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？他不大会喝酒，可是你跟那边当时的干部啊要拼酒，他们呢看到你不大会喝，你又硬跟他喝，他们很感动，他觉得你这个是朋友，够朋友。喝的已经快不行了，他做棉花生意啊，嗯，谈价钱嘛还在谈了，嗯，结果那个负责的那个官员啊就跟他说，醉嘘嘘的跟他说，你要是再把这杯喝下去，我再给你一千桶，就是那一千桶的不知道棉花不知道什么东西哈，嗯，结果那个会长就是说，我当时我就是准备不怕牺牲了，就最后又把这杯酒喝下去以后就倒在地上，后来他就多给了他一千桶的棉花，哎，这杯真值，他就发了，哎，他就发了，对，哎，他就发了，他现在还是香港的一个商会会长，是用命拼回来的。秀媛，台湾人喝酒怎么情况？台湾喝酒，我想现在已经好多了啦。以前在台湾，大概差不多10年前吧，5年前，就是那个威士忌文化。而且因为非常的贵啊，然后大家就要上酒廊，就是表示说，第一个是我对你有诚意，所以我一定要买一瓶。也许他当时的其实售价只有500块，可是到了酒廊里面以后，就3000、5000、10000的往上跳。哎，你这都不能眨眼。对，不能眨眼，就是来一打。然后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不用杯子喝的，大家就拿着那个罐子，就是干瓶啊。那个时候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挂病号的特别多，因为很伤胃，把胃都整个烧了。嗯，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其实比较注重养生，我真的用命拼的其实是我啦。你还拼呢？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完全不会喝酒，我有的时候喝酒会过敏，然后这会痒。就因为有一次到一个叫做这个就是亚马逊河的一个村落里面，然后这个酋长呢就请我喝酒，然后用一个葫芦瓜。绕着白色的米酒欢迎仪式，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不会喝，然后他就说不喝不喝就是不尊敬我，然后他们的这个打猎的方式就是吹箭，嗯，沾了毒的那个毒针，啊，就一排哦，全部都带着那个稻草，啊，对着你啊，对着我，然后我就发现看来这也不单是中国文化独有。对，我就在想说，哎，不喝不行吧，我就沾一口，然后我就把那一个偷偷倒给我的导演了。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这个第一个是贵客，然后第二是你还他的时候你要把碗扣下来，不然再给你碗。哎呦，其实在中国也传了很多，这个，毒箭，对对，你记得这个今天是去年嘛，那个很著名的新闻呢，就是发现了一个亚马逊森林里没有发现的一个部落，嗯，一个民族，嗯，然后那个都拍到了嘛，飞机从那个树顶上空飞过的时候，嗯，这民族射箭都在射，你们不喝酒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酒逢知己千杯少嘛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嘛，嗯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现在徐老师你讲的这个很多酒文化呀，嗯，反过来了，嗯，他是因为话不投机呀，啊，嗯，他才要把酒灌醉，嗯，你知道，就是说大家伙不是真正自己的好朋友，为了种种目的种种利益凑在一起，嗯，我有一个老总就跟我讲嘛，他说没喝酒的时候啊，其实我觉得跟吸毒差不多，嗯，没喝酒的时候大家没什么聊的，对对对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必须得在一块儿吃饭，让喝吧，我先来，咚咚咚咚，
喝晕了他就嗨了，你知道吗？嗨了之后拉着敌人都能当朋友吗？拉着什么什么就能叫兄弟吗？不不不，但是我看到表面是这样，他一种是你像你说的这样，还有一种是对女的哈，这个时候可以啊搂搂抱抱开开玩笑讲点骚扰的话，这是男人的一种恶毒。很，但是还有第三种，就是那些平常有利害来往的，冷静的时候大家没法说，没错，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我为了你死都行啊，什么什么这种，就是这样，其实都是一些上下级关系，互相的合作关系。对，在那个时候借了那个事把这句话说出来，没错。可是酒后真的吐真言吗？啊，是真的吗？我觉得都是真真假假，我不太相信啊。哎，为什么大家都说酒后吐真言？是因为其实你的思考逻辑其实那个时候是很模糊的。就是，但我常常看到女孩子喝醉以后就拉着你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，然后三天死包的那个时候什么样子也没有。然后男人就觉得你说的是真的，以后我就为了你卖命了。来，你还别说，这女孩子，女孩子这个发生这个一夜情哈，大部分是酒后，绝大部分都是酒后。对，所以灌女人喝酒是有必要的。但是我不是为了发生什么喝酒面水桃花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酒啊，我不相信酒后吐真言。我相信借酒撒疯的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要真吐真言，当年那国民党审讯我们共产党就可以喝酒把江姐灌醉了就完了吗？不可能的。有道理是吧？有道理吧。我其实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以我自己这么多年，我入行20年，我基本上不太喝酒，除了那一次被逼了啊。所以我认为酒其实没什么好喝的，应该要讲讲水，多喝水是好的。还多喝水，但是要多喝水。可是老实说，现在水资源真的是太缺乏了。你知道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好像美国还是哪里哦，有发明了，就是专门给非洲伊索皮亚那些难民，他们不是要走好几天或者翻个山头啊才有水喝吗？然后他们现在发明一个像针管一样的东西，里面也是有过滤器的哦。就如果你要在那个臭水沟里头，你只要把这个针管放下去，然后这样往上抽，抽出来的那个水就经过过滤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喝了，就是随身携带一个过滤器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人性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这水啊不会少了，我们制造一个过滤器能把酒抽出来没酒精了那就好。那喝它干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应酬呗。你知道说是5年之内已经有20000亿吨的冰川融化了，现在43个岛国向联合国提抗议，说你们把我淹了，我们43个岛国面临。接下来请观赏英国皇家大会演。